求你嫁给我吧，这对爱丝戒指代表了我的心意，请你收下。不，我不能嫁给你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地球人。啊？其实我是月球上的宇宙人，现在我该回到自己的故乡。等一下，既然如此，那请把其中一枚戒指带走，给彼此一个回忆吧。再见了。再见。啊，是超兽。啊，戒指发光了。